里，然后因为他只要拍照画面而已的。那我有问题。驾驶人员不是应该要在那边驾驶才对啊？我坐在驾驶那边是驾驶人员，驾驶坐在前面。对，然后这边是车长。我们是村长的好朋友。对，烟雾烟哎，对啊，不没有烟，它是不是叫蒸汽汽车火车？